定完了，但是没板儿了，剩下这个地方它那个跨度比较宽，所以说我就用的整张板儿，现在来再走一下就好多了啊。从这儿其实上来两步就能够到这个板儿，走的速度就变快了啊，哗哗的了，虽然颤点儿，但是它比之前好走多了。坏了，喝点水吧，这太阳都落山了。报告网友，完成任务，请指示。怎么样，这小桥搭的不错吧？虽然简易一点，但是比之前是好多了。这回我们老乡再过这个小桥的话，就不用担惊受怕了。然后看我都能在顶上跑了，是不是？希望广大网友给一个点赞，谢谢大家！得赶紧回家了，我妈坐的锅包肉还等着我呢。